落雨天，搁予大家拨出时间，共同来为着咱的宜兰、咱台湾的未来，大家来做关心。所以看到这款的台湾精神，咱要顾地方、要顾民主的精神，予长烟非常的感动。尤其二十几年来，跟随咱姐姐的民主前辈，疼惜我的时代，有法度伫将前的过程，予大家甲我牵加、甲我支持，予我会当来服务着地方。这是我一世人上大的这个光荣，嘛是我珍惜着姐姐会当甲大家共同做伙来服务地方、服务乡亲的这个机会。